一个朋友哈，因为塞车来晚了，很抱歉。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呢，就由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和第四天然气接收站两地的环境守护的团体，首次在这地方开团结合作、抗争到底的记者会。那这是第一次合作，同时也是抢救大蓝藻礁第122次的记者会。那会议开始呢，我们就先喊个口号，好。那我们是喊抗争到底啊，绝不妥协，就是守护环境，我们是抗争到底，绝不妥协，抗争到底，抗争到底，绝不妥协，绝不妥协，抗争到底，抗争到底，绝不妥协，绝不妥协，抗争到底。抗争到底，绝不妥协，绝不妥协。好，谢谢，请坐下。我想对于这两个议题呢，媒体朋友呢多少都已经接触过了。其实因为环境的议题一向呢民众都很冷漠，因为我们的公民素养呢实在是还不是很高，但是呢这是我们要走向民主、走向永续必经的道路。那今天两地的团体守护团体共同来守护我们的海洋环境，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同时是可以给我们的政府好好的来面对他们在所谓的能源转型非核家园各种的什么时程之类的，在做这些开发之前，请先做好调查工作，做好民主程序，最后请尊重人民的意志。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开这个记者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那如果这些美好的环境不能守住，我不知道我们的政府所谓要把台湾建设为海洋国家和所谓向海致敬的意义何在。那我要说的话其实呢在前头都有了，那今天因为晚到所以我就不多说今天呢我们有两位立委，那也有在地的市议员还有许多的律师学者。我首先呢要请等一下有事情要先离开的在地的基隆区民众党的立委邱成远邱立委先说话。谢谢。好，谢谢老师哈。那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哈。那我想这个环境的保护是我们大家不可以避免的一个责任了哈。那我想刚刚老师这边也讲得非常清楚哈，在这个大潭藻礁的保护还有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平衡，其实这个中间的过程的调查工作、民主的程序跟人民的意志是我们必须要去来去遵守的。那针对这个协和电厂的能源转型的目标还有相关的永续方案，我这边提出三个质疑哈。第一个，更新后的这个协和电厂，我们知道预计在2027年才会完全的商转，但是能源转型的政策目前在政府的规划只到2025年，未来10年、20年能源转型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是否会有再生以再生能源为主力？那在更久之后的未来，协和天然气的发电到底能够供应这个占多少的占比？现在目前台电都还没有办法具体的回答我们。而经济部的能源局在立法院我们召开的这个能源转型说清楚的公听会也没有办法具体回答，所以我们在此呼吁台电还是不能避免回避这个问题，还是要把相关的评估报告、民主的程序要来去跟这个人民做一个妥适的沟通。第二个质疑是在长子的外海有基隆海底火山并有这个深浅层的地震的记录，同时该区域也是海啸的这个潜势的范围，很难确保这个现在目前规划的天然气的储气槽接收码头的安全。那预计要新建这个巨大的海堤与防波堤，除了影响沿岸的这个海域之外，也可能影响基隆港跟周边渔港的这个稳定度。第三个质疑在2017年做了两次的调查跟环评书的这个阶段四次的调查，均发现当中的这个绿蜥龟玳瑁的这个保育类的动物都有在这个地方来做这个栖息跟生态这个演进，那显现此处是一个丰富的海洋生态的这个海洋生物重要的觅食地，不要让暂时性的能源供给造成海洋环境 永久性的破坏，这个是我们今天召开这个记者会很主要要保护的主题。
那针对以上三个质疑，我们也提出三个建议。第一个，前任环评的学者提供了替代方案，采用永久浮动码头、浮动式的码头，或者是在既有的空间，如台北港的第四期或林口电厂码头，新竹天然气的接收码头，并以在海底管线将天然气运送到协和电厂，这是可以参考的做法。第二个，呼吁协和电厂应该立即停止零替代方案的填海造陆，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希望在环评书里面应该也要纳入有信度及效度的替代方案的评估，把相关的程序做得更完备，并针对工程技术的难度、工程的这个工期还有经费提供严谨并完整的资料。最后，我们希望说能源政策跟环境海洋生态，我们不希望它是一个二元对立的话题，能源转型是一个不断与社会沟通调整的动态过程，站在国家能源政策的立场，原则上我们当然是支持，但是台电经济部应该更主动，更谦卑的针对各界的疑虑要来说清楚讲明白，也就是我们前面一直谈到的相关的评估报告、调查工作还有替代方案，应该要更具体的来跟我们的这个社会团体还有我们的民众来沟通，那也要尊重我们人民的意志，尊重我们的大自然，尊重我们的这个生态保育，我想这个才是一个海洋国家应该有的态度。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好，谢谢邱委员的声援。邱委员是基隆在地人，对在地有很深的了解。那这个案子呢，现在有议员、有立委在关心，所以我们也期待执政党好好的来看这件事情。那因为立委们都比较行程都比较赶，那接下来我请陈娇华陈委员，他也是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好，谢谢潘老师、邱委员，还有各位专家学者、还有我们时代力量，我们基隆、我们在反对填海造陆设接收站、我们的委众议员。那今天、我要正式宣布、时代力量是第一个政党，我们通过我们的主委会议、就是时代力量全台湾的地方党部、都会来响应、找保护早教、真爱早教的公投联署、这是我们来今天正式来宣布。那我的服务处、我的服务处在台湾，我有设六个服务处、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启动。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就是从时代力量这一届第十届选前所有的立委候选人都签署支持保护早教，要蔡总统兑现承诺。那这么多次超过200次，超过122次的记者会，还有无数次的环评都记非都海保海审，这么多次的会议，这么多次的专家的建言，我们最后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蔡总统装睡叫不醒。为什么说装睡叫不醒？因为他曾经承诺，那今天呢我们希望他赶快醒过来，赶快醒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在蔡政府的团队里面并没有真正去看到台湾面临国际制裁的压力，我们的排碳已经是全世界倒数第三名，虽然进步到倒数第五名，但是还是非常的严重的落后。然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耗能产业、高排碳产业，蔡政府一直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要提出也就是在上个礼拜我们就是说我们有邀请我们前几天有邀请李远哲院长来跟我们座谈。那座谈的重点很简单，就是未来十年台湾的减碳一定要减半。那如果我们政府把政策那蔡总统不能说他下台留给下一任去做啊，因为留给下一任就来不及了。我们现在很明显看到的思维，我们的执政党就是说这个是下一任的事情，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我们已经从气候变迁看到台湾受到的重大的影响，我们的平均气温已经比全球平均气温已经增加了好几度，所以我们已经不下雨，这个温度高，这个就是台湾现在已经面临到这样严重的情形。那这个就是排碳太多，不只是空污，是排碳，是暖化，所以台湾今天面临到这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只要减少碳，就不需要一定要在桃园观塘设中油天然气三阶，这么简单，就是减少排碳就不需要这样了，也不需要一定要在基隆去填海造陆做天然气的接收站，就这么简单，我们的能源就够了。所以时代力量我们会负责任，从第十届立委选前到这一次公投，我们全党会持续坚持来支持我们真爱早教这个行动联盟的所有的工作。好，以上，谢谢。好，谢谢陈立伟，谢谢时代力量呢，全党来支持我们这次的真爱早教公投。那他们当然也对我们基隆外木山的珊瑚是全力的守护，非常感谢。那大潭藻礁的生态到底有多好，多么值得我们去维护它，留下给下一代？那外木山的珊瑚又有多么的漂亮美丽？其实看我们背后的图片就可以感受得到。右边是柴山多杯孔珊瑚，那是一级保育类的动物。左边四个图是当地的潜水专家，并且兼摄影专家所拍出来的美丽的图片。他们还有很多，几乎是上百张这么漂亮的。如果是这么美好的环境，我们的政府都不想好好保护它，那我想不只是我们要抗争到底永不妥协，我们认为这个政党其实应该下台。那这里的环境好不好，我们请学者海洋研究的学者来说最真实。来，请陈老师。好，在我发表我的这个建议之前呢，我还是要先做一下免责声明。我今天来这边参加是用我自己的休假来参加，我的言论不代表我的工作单位，以免造成工作单位 的困扰。每次参加这样的以免造成我工作单位的困扰。那接下来就是我想要对这次结合大潭藻礁保育跟这个外木山的这个海洋生态的这个保育的行动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记者会，我要很沉痛的呼吁我们政府，这样海洋保育的力量的大集结，其实是台湾整个环境整个生态的一个警钟。OK， 请政府一定要聆听。如果你是一个曾经宣告这世界你是最会聆听民众声音的一个政府，那不要再装睡了。就像刚刚这个嘉华老师所讲的，希望能够政府能够好好醒过来。刚刚潘老师他提到了珊瑚的美丽，提到了大潭的这个重要性，提到了外木山的这个漂亮的珊瑚，但是从过去不管是中国历史，或是从在台湾的历史里面，美丽的东西一定会被牺牲掉，不管是人，不管是事物，不管是环境。OK， 它通常就是很容易被牺牲掉，因为他们说他们可能会找到更美丽的东西。但是我今天要强调的是，大潭藻礁或是外木山这个珊瑚的这个生态系，它这个其实是台湾两个非常非常珍贵的生态系。OK， 其实在我的这个记者会的这个新闻稿里面、发言稿里面，我都已经强调了。第一个，大潭藻礁它的今天的重要性，我们其实是在很短时间才发现到它。OK， 那从过去这几年最后的冲刺，其实在潘老师他的这个守护环境的历史中，他已经守护非常的久。那我们的参与其实只有短短的三年到四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在这三年跟四年的时间里面，就发现到大潭藻礁它其实不仅是台湾一个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生态系，它更是一个全世界最为珍贵
的一个罕见的一个生态系，它是一个在沙地上面，我要强调在沙地上长出来的一个藻礁生态系，这全世界都没有的。Okay. 那它刚好的位置就是在台湾两个很重要的珊瑚礁生态系，一个叫热带珊瑚礁，大家熟悉的垦丁、绿岛、兰屿，在南边比较温暖的海水的这个珊瑚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另外一个主角，那在学术上有一个比较拗口的名字，叫做非礁型的珊瑚群聚。我们没办法称为它叫礁，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珊瑚只长在石头上面，它没办法像南部的珊瑚聚礁。但是这种高纬度的珊瑚群聚，它在整个这个生物或是整个环境面对气候变迁的冲击之下，它是一个未来很重要的庇护所。如果你是个信徒，你就知道庇护所的多么重要。它是一个文化，它是一个生态系能够继续展延的一个重要生态系。那大潭藻礁刚好介于这两个重要生态系的中继站，所以你今天把中继站给毁了，你今天把一个未来我们依靠生存的珊瑚的生态系的这样的一个中继站也给毁了。那请问未来渔民要吃什么？未来的我们如何取得我们的蛋白质？在面对气候变迁的冲击之下，海水的温度不只是升高而已哦。那大家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钟摆效应叫极端气候，它要不是就是极热，就像去年的夏天一样，我们一整夏天没有一个台风来，造成了台湾周边的这个海温升高，没有台风来扰动它，把它降温，造成了全台湾的珊瑚白化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正在经历叫做极端的冷 ，OK， 这样极端的冷是未来的常态，但是高纬度的珊瑚群聚，它就有珊瑚可以忍受或是已经适应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摆荡的效应，所以你不留下它，那这些珊瑚这些海洋生物它未来到底该走向什么地方？所以一个7600年的记录台湾整个环境变迁史的一个藻礁，跟一个可能未来会成为珊瑚在整个北迁上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的外木山，那在我们都还没有很完整的环境资料跟完整的生态资料，你就要把它给毁灭掉，这样是对的吗？那我们的政府，我也是我们的苏院长，一天到晚叫我们跟大自然致敬，山有山的问题，海的问题更是多。OK， 那不要讲这两个正在面临摧毁的生态系，那在整个环保路上，我们看到了北方三岛准备要盖所谓的离岸风机的这样的冲击，这是可以预见的未来。那不有许多的人、许多的团体、许多在地的不管是政治人物或是在地的民众，都一直在跟政府讲说可以了，可以停手了，我们给你一个更好的地方。可是为什么政府都不听从人民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今天记者会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传出去。那过去这一阵子，我自己在菜市场、在公庙、在教会、在不同的地方在跑这个公投联署，我就发现大潭藻礁联署是一个非常冷的议题。OK， 绝大部分的人，甚至就住在桃园的人都不晓得自己的家乡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系正在被破坏当中。所以我要呼吁各位媒体朋友，请帮忙时代力量，请帮忙大潭藻礁，请帮忙外木山的珊瑚，大力的宣传这次的公投。那我希望在今年的228是一个台湾很重要的日子，它是个白色恐怖的纪念日，我不希望它成为一个台湾环境白色恐怖的纪念日，让我们能够承案，让我们在8月28那一天，让这一个全民利用全民自觉的力量去决定台湾第一个生态环境的未来的公投能够承案。谢谢。谢谢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陈昭伦研究员啊，陈博士，他的精彩的论述、专业的论述，我们也一直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听不见。那我们刚刚呢，本来第一个要请的是桃园海岸生态保育协会的叶理事长来吹锣，因为我们晚到，他又是司机，那我们现在请他来补吹一段啊，吹三声的锣啊。但是海边呢，过去在砍钩的时候呢，要召集村民的人哈，去到海边。那这个时候呢，等于是我们要召集全台湾的人一起来守护藻礁，
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山谷啊。生态保育协会的理事长叶四贵叶理事长，陪着我们已经开了122场的记者会啊，他有来一定都会吹锣啊。那接下来呢，我要请我们基隆万木山啊守护的团体，有2位议员和1位鸟会的理事长。那首先呢，我请时代力量的基隆市议员陈维仲陈议员，请。谢谢。那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时代力量的议员陈维仲。刚刚我们党主席陈娇华委员也宣布我们时代力量是全台湾第一个全力来支持我们真爱早教公投联署的政党。那我们自己在基隆党部，其实在我们自己发现世界的议题之前，我就是非常非常关心桃园早教的议题，因为我自己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说我们这些珍贵的千年的生态，希望这些美丽跟这些生态的多元的丰富性可以一直存在。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来支援这个议题。那身为基隆的在地人，我这边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记者会，我们这一次三界跟世界合体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基隆外木山目前面临到的状况哦。其实也跟大潭早礁一样，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系，也是我们在地很棒的海岸景观。那但是因为天然气的附属设施，可能会来破坏我们这边的生态哦。那基隆会这边外木山发生的议题是基隆的协和电厂，为了要改建成天然气电厂，那这件事情其实以基隆人来说，因为我们是从燃油转成燃气，我们大部分都是支持的，因为这是降低污染的事情。但是在为了这个天然气，我们要做的附属设施，需要填海造陆18.6公顷，这么大的面积，大家可以算一下，其实就是443个篮球场的面积，这么大一片的面积，就如同大家可以看到的，底下是这么多重要的珊瑚，然后同时也是刚刚陈昭伦博士有特别提到的，这可能会是高纬度珊瑚群聚，是未来气候变迁珊瑚白化可能的庇护所，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基地。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填海造陆的面积里面发现到非常多的生物，除了珊瑚，同时也有保育类的海龟。那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基隆很重大的海岸景观的冲击，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担心这件事情。那不管是三阶还是四阶，不管是大潭早礁还是基隆万木山的珊瑚，都在面临天然气这个能源转型的目标。我们当然希望呢，天然气可以开始来带动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真的很希望经济部可以快点来开启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到现在我们只听到2025年的规划，我们并不知道经济部在未来到底我们台湾还要发展持续永续发展下去，那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却在现在在目标还不齐备的状态下，就要用这样永久式的设施来大幅的破坏，不管是大潭的我们珍贵的藻礁，千年的藻礁生态，或是我们基隆的万木山海岸。那以基隆来说，我们协和电厂的这个填海造陆案，其实到2032年才会完全完工。那以现在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宣誓的，我们要来进行近零碳排的评估这件事情，那这个天然气的接收站，这个附属设施，等于是只可能使用了18年，它的用量就会下降，甚至是几乎没有用。那为什么我们要为了一个只用18年？工期10年，然后只用18年的一个附属设施，然后来进行对这些生态系进行永久式的破坏，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一件让我们真的非常非常质疑的事情哦。那其实，在今天记者会之前呢，我也有邀请我们基隆在地的民进党立委哦，蔡适应立委，但是我们已经邀请他很多次了，不管是公听会还是记者会，但他都没有任何回应哦。那我认为说，民进党政府其实我们也有邀请其他民进党的立委哦。民进党政府既然对于海洋生态是这样的无声的当作已读不回的回应吗？
那我们现在在喊的向海致敬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质疑。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来向海致敬，但是我们却放任天然气的附属设施，对千年的藻礁生态系，对12000多年的这个我们珊瑚礁的整个高纬度珊瑚礁群聚的外木山的这些生态系来做这样严重的破坏，到底我们海洋向海致敬只是台湾或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口号吗？我们真的呼吁吼，民进党的立委或是民执政党这边真的要来重视我们能源转型的议题吼，能源转型到底要怎么样来带动再生能源，到底要怎么样来使用这样替代方案来降低现在天然气附属设施对海洋造成的生态，这都是刻不容缓即刻要面对的议题吼。我们真的希望经济部还有台电跟中油这些国营企业真的要赶快来面对到底能源转型的议题是什么，我们真的不能再用能源转型这一件事情来继续的对海洋造成这样的伤害，这样的伤害。能源转型是为了要回归能源永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哦。现在真的必须要赶快来对这件事情做出检讨，否则我们这些向海致敬就只是会是一个空虚的口号而已哦。以上。好，谢谢在地长期关心自己家乡环境的陈议员。我们也在这里呼吁我们的执政党不要再做杀鸡取卵的这样的开发案，留给我们下一代一个美好的环境吧。那接下来我请无党籍的王醒之王议员，他也是一直在深耕自己的在地，请。好，主持人，然后各位媒体先进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议员王醒之，我是无党籍的市议员。针对今天三阶四阶，我们有机会把这两个议题串接在一起，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我必须要说，能源转型是下一个阶段台湾必然发展的事情，不但必然发展，而且所有人也都应该要举双手的来热烈欢迎。但是我们一旦谈到转型，就不能忽略转型过程当中也必须要有正义，特别我们现在一再强调转型正义，但如果能源的转型它不正义，那么这个能源的转型我觉得它从根就应该要被质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论是中油的官塘三阶，或者是台电在协和火力发电厂的四阶，乃至到刚才陈老师也特别提到的，就是北方三岛的离岸风电，这几件事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他们都以能源转型之名在行环境不义之实。怎么说呢？我们先看光是谈北方三岛离岸风电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来报告的开发商都会用一种非常有趣的姿态在对渔民说话，而且在同一个会场可以讲很多次，就是我们对不起渔民，但是我还是要做。那到底什么样的价值以及什么样的利益是可以支持他们做出这一种蛮横的举措？回过头来，我们此刻看三阶，看四阶，台电跟中油基本上也是如出一辙。所以我要说，如果不是执政党如果不是被国营事业绑架了，他要么就是把人民当作傻子。第二，能源转型不要忽略了，能源转型它同样也是开发行为。如果这个开发行为一样回过头来把我们逼到必须要在能源转型以及生态环境这之间逼着人民做选择，那基本上其实就是让我们再走回老路子。过去半个世纪来，台湾的环境开发以及能源开发其实都是这个旧的逻辑，但现在此刻如果我们在谈环境在谈能源转型，那它当然必须要有新的思维。但如果现在中油在三阶，台电在四阶仍然执意这样子往前做，那我们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明明确确的能源转型的不正义。而且其实坦白说，再从这个角度来看，蓝绿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第三件事情，这几个案子之间他们还有另外一种共通性，他们的共通性就是他们不愿意考虑替代方案。
从三间不愿意考虑替代方案，四间也不愿意考虑替代方案，你甚至在讲北方三岛的离岸风电，他们基本上也不考虑替代方案。这种不考虑替代方案的情况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冲击？我们如果以协和火力发电厂的四阶来看，民间不断的在提，我们作为民意代表也不断在提，目前除了填海造陆18.6公顷之外，有没有其他接收天然气的方案呢？有啊，有啊。你如果看国际上目前已经成熟的经验，我们称之为 FSRU， 它其实就是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站。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站已经在过去20年间在国际已经有成熟的经验，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都可以讲得到，甚至连香港也就在今年的天然气发电厂，他们就是使用 FSRU 在准备进行接气。那台湾为什么从头到尾都不考虑这件事情？它就会变成是刚刚陈伟仲陈议员所说的，只为了使用18年的天然气发电厂，然后要做一个永远不可逆的填海造陆方案，没有道理。第二，我再谈一个比例原则，各位知道吗？如果未来协和火力发电厂转型成功 ，LNG 船，也就是我们在讲的天然液化天然气，的 LNG 船，一年有多少艘次要来协和火力发电厂？大家知道吗？一整年只有24艘次。如果只有24艘次的 LNG 船要开到协和火力发电厂，我们需要如此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并且造成永久性的破坏吗？我必须要再说 ，FSRU 它同时还有一种优点，是它的制造成本以及整个施工的工期，其实都是填海造陆的一半。这件事情，台电从头到尾都没有认真的考虑过，没有提出任何量化以及科学的分析。但是我们看到所有国际上的经验都已经在实行，所以我最后想要特别提，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除了呼吁执政当局必须要能够看到能源转型真正的意涵，我们要转型的不只是能源使用的方式，我们包含对于环境的思维也都必须要用一种新的概念，永续的思索，来深刻面对这个能源转型可能带来的不正义，以及这个以善为名的恶，必须要更严肃跟更尖锐的被提出来看见，否则这个能源转型是从根值得质疑的。以上。好，谢谢在地深耕的王议员哈，他这么精辟的论述，我们期待执政当局呢真的是可以听到啊这么严肃啊的声音哈。那今天我们的新闻稿里面呢是所有出席发言的内容都登那个摘要都写在里面，如果大家用心的看，你会发现到它其实里面充满着非常多的对土地的温暖，对专业的钻研出来的一些论述。那我们开了122次的记者会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有这么深入的论述，但是看起来呢，我们执政单位呢是不想要去看这一部分，他们宁可捂着耳朵蒙着眼睛来做事，这一点我们实在是非常感到遗憾。那接下来呢，我请我们基隆野鸟协会的理事长郑伟，请。大家好，作为一个关心台湾海洋生态的公民，那我必须要跟各位我先呼吁我们政府好了，我希望我们政府能够朝着国家永续发展的目标纲领，这样的漂亮的上位的计划目标是正确的方向来去督导，甚至是矫正我们现在已经发生的错误或是即将要发生的错误。我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国家，我们的海洋资源不应该是这样被在能源转型过程当中被拿来作为二选一的交换给牺牲。那我们必须要说，在台湾的生态的研究资源或者是了解其实都不够多的跟不够透彻的情况下，我们却用这样子，我现在要盖电厂，所以我就要把你的海给填掉了。那接下来不仅没有机会了解，甚至未来世世代代子孙也没办法看到这样美丽的画面。
那我们强烈的拒绝你全面性毁坏之后再来去做亡羊补牢方案，不管是台电或是中油，他都会提出说，我帮你回避了，我帮你做，我停海造陆没关系，但是我会帮你做一些沉箱，帮你去做一些替代方案。但是其实这都是亡羊补牢的，你没办法做成现在大自然所去雕塑的这些景象。那大自然所去雕塑的景象，也正是我们所珍贵的瑰宝，也是我们台湾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它所拥有的这个自然资源。那我们因此再次的请，希望台电能够拒绝自己撤销填海造陆的方案。那请中油呢也能够做在这个大潭呢做迁址的动作。那也希望关心这个海洋生态的公民朋友与我们一起来去做这个联署生态早教公投，并且来持续关心我们国家能源政策的发展，包含现在接下来的风机的沿海风机要一直盖的问题，甚至是在基隆的外海也一直提到的，我们要在保护区北方三岛保护区直接来架设风机。但甚至于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开发商的报告当中是完全没有去提到说他在保护区要设这个风场的，他在有没有在这个保护区的选项，他是勾选否的。那对于这些不论是刻意的不呈现或者是有包庇的事实的这些开发的商的这些不诚恳的揭露的，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的强力督导，甚至来提出有这些外部的专业的审查委员来去将这些事实能够的揭露出来，让我们人民有知的权利。就算你今天要把它全部都盖掉，我也要知道我到底死了多少珊瑚，甚至于这些珊瑚我们要帮怎么样来帮他办这个送终的说明。那为什么我们能源转型需要送终这么多珊瑚，我们不能够选择不要吗？其实是有的，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对于我们的国家的永续发展来去多一点关心，多一点实际的行动，不要只是喊喊口号而已。好，谢谢郑理事长，谢谢基隆鸟会守护我们的环境哈。那接下来我请我们环境法律人协会的理事长张玉颖张律师。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三阶跟四阶今天串联在一起，已经预示了一个扩大抗争的规模。那我们国家能源需要转型，那我们在观察国家对于土地跟海洋的开发模式，我们也诚恳地说我们的开发模式也需要转型。我们过去用的开发模式其实是一种很落后的开发与沟通模式。这种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有几个寡头可能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定调，那定调了以后呢，先放风向试水温，再接下来正式公布，正式公布以后走程序，走程序的过程当中才开始进行所谓的沟通。那这个沟通其实不是沟通啦，无宁说是说服强迫你接受或者是辩护他自己政策的合法性。那说服或者是辩护不过就开始搞分化，然后最后引起民怨，然后开发案拖延延宕，就算最后施工成功了，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也成为了一种伤害，对于政府政策的执行跟威信也构成了一个破坏。这个开发模式它所要照顾的大概只有财务的预估或者是地缘的竞变。那这种落后的开发模式我们也应该要转型，但是我们看见现在的三阶四阶它基本上都还是采用这种落后的模式，先有一个大帽子说我们在2025年要有 50% 的天然气，所以一定要盖接收站。那接收站盖在哪里呢？就盖在电厂的旁边最近，而且呢土地取得的问题也比较不是问题，然后输气也比较方便。那至于说居民的抗争、生活的品质、渔民的渔场、生态的庇护怎么办？就辩护，就说服。但是说服不过，辩护不了，就搞分裂，然后公民就一再一再不断的抗争，最后有可能这些沟通的成本反而更大于他们当初的想象。因此我们其实在这边呼吁，我们的开发其实要改模式了。
我们应该要永远保持开放，在选址之前就应该要进行多场次小范围的沟通，然后了解当地居民的需求，了解当地生态的敏感性，达到了充分的事实之后才来开始做规划。在规划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纳入当地居民的意见，滚动检讨式的修正，甚至到最后决策以后仍然不会放弃任何迁址的可能性，这样子才是一个多方面都能够兼顾的一个做法，而不是像现在的模式。所以我在这边讲，我们国家不止能源要转型，开发国土的模式也必须要转型。以上。好，谢谢张律师哈，张律师长。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述里面发现到，经过长期的观察，我们整个政府的开发案的模式，其实呢背后呢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土地要一再的沦陷的原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长期关怀我们桃园藻礁已经有14年历史的南野新竹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莹蔡律师。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藻礁跟珊瑚都是可以固碳的一个生态系，而天然气则是会排放碳和排放温室气体的一个化石能源。那政府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的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的第4条，其实已经明定在2050年的时候温室气体要减半，就是达到2005年的一半。那这样的法定目标是一定要执行的，就你已经立法，你一定要把它落实。那我们都知道，三阶它的完工时间预定是在2025年的12月底才会完工。那刚刚有知道，就是4阶的话，则是2032年才会完工。其实他们都是在2025年之后。可是工研院过去曾经分析，其实如果政府要达到温室气体减量及减量的一个法定目标、减半的一个目标的话，预计就是说短期当然是蒸汽减煤，可是长期下来，天然气它也是一个会排放温室气体的能源，所以到2025之后，就天然气是先蒸后减，2025之后其实天然气也是要逐渐下降。那我们三阶跟四阶，事实上它的完最后它开始使用的时候，正式的在使用的时候，其实都是在那之后，就是天然气继续下减，然后再生能源提高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我们其实对它这样的必要性，这个开发的一个必要性，觉得事实上是或者说它的选址的问题，认为是应该要审慎的去检讨。那中研院曾经有出过台湾深度减碳政策的一个建议书，就集合了非常多的学者专家去分析新减碳政策。那它里面曾经有结论呼吁说，政府应该要以低碳经济的观点，全面检视现行与规划中的能源基础建设，包含火力电厂跟天然气接收站的妥适性，以降低或避免搁置资产。在报告书里面其实有提到，台湾是一个贸易导向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减碳这件事情是对我们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认为，但他也认为说，如果你要落实的话，其实你就是你还是要考虑天然气，并不是说短期政府说一直在讲蒸汽政策，可是蒸汽到后面你为了减碳，你最后连气也是要一起减。所以其实中研院那些许多的学者专家分析过后，也是呼吁政府要审慎的去考虑。那我们认为政府过去就能源政策一直只讲到2025年，就马上到来的2025年，都没有继续往下想2050年要怎么去落实。所以我们认为政府在能源转型的规划上，不能只想到2025年这么短的一个目标，要把2050年你要如何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达到落实到减碳，然后能够要把它考量进去。就是说你不能为了一个短期在2025之前的蒸汽政策，然后忽略你2050年的时候其实你那整个天然气是要下降的。你不能为了一个短期的蒸汽目标，然后牺牲这些千百年来才形成的非常珍贵的藻礁生态系跟我们的珊瑚。然后我们也呼吁说更多，因为我们知道政府大概是要感受到民意的力量，他们才会真正的去愿意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公民一起来参与珍爱藻礁的公投联署，然后共同去促使政府在能源转型的路上也要重视生态保育跟气候变迁的问题。谢谢。好，谢谢雅莹律师，谢谢南野新竹生态协会长期对我们藻礁包括我们全台湾的环境的守护。那综合今天呢我们所有出席来宾的发言，我们在这里呢要恳切地向执政当局表达，第一，
转型是应该的，我们都接受，但是请遵守正义的过程和实质的内容。可以转型，也一定要转型，但是正义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折扣去打。如果这些折扣打了下去，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未来的永续要牺牲，这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今天我们会两地的环保团体在地守护团体会在这里团结，就是我们深深的体认到这些重要的资产是我们下一代赖以生存重要的资产。如果这些被破坏了，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生存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有什么颜面将来去面对我们的下一代。我要跟执政党表达我们的第二个看法，就是朝令有错，细改无妨。如果前面做错了还要硬着头皮要硬撑下去，非要等到人民起来反抗，最后终于把你的政权打倒，那我觉得这真是我们民主社会的悲哀。我们非常期待长期以来标榜着自己是绿色执政，要把台湾带往瑞士之国的政党，所谓本土政党，能够真正的有反省之心，能够永远的不断的去滚动着自己的永续的思维，来为台湾创造我们可以被子孙永续经营的环境。今天谢谢所有的来宾，谢谢也谢谢所有的媒体。好，我们中研院陈博士呢还有话要跟媒体朋友报告。好，我很简短了，刚刚那个亚裔律师有提到2050年的这个近零碳的情境呢，我在这地方给各位媒体一个很重要的资讯，一个就是在2015年巴黎协议气候协议之后，有定下一个叫做1.5°C 的情境的这个模式。那所谓1.5°C 的情境模式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在2050年之前把全球的气候变迁引起的这个增温，平均增温的温度，来比起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前能够把它停在1.5°C。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如果没有把这个温度控制在1.5°C 之内的话，大概全世界我们今天所要保护的主角珊瑚将有99%的珊瑚礁的面积，全世界的面积将会消失在整个海洋中。那后续引起的整个全球蛋白质的供应，它的整个社会，它整个这个生态功能的这个供应的话，其实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控制在1.5°C 之内的话，我们就有办法能够保留住全世界10%到30%的珊瑚礁。那今天在万木山的这个珊瑚，在藻礁的珊瑚就很有机会能够留下来。那在2018年，全球的平均气候温度已经比起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已经增高1°，全球增加平均1°，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讯。那所谓2050年的情形，就是说我们要在2030年的时候把全球的碳排放减到2016年的一半。所以刚刚几位议员所提到的2032年那样的一个时程已经太慢，这样才有可能在2050年的时候，全球达到整个近零碳排放的一个情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峻、非常严苛的一条道路，光我们没有任何的选项，只有这个选项。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呼吁政府来面对这个整个2050年的情境的问题。谢谢。好，谢谢陈博士的补充不知道媒体朋友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好，谢谢大家。那我们最后呢，再喊个口号。我们喊两个口号，一个是跟藻礁工作有关我们先喊抗争到底绝不妥协。然后我们下面喊真爱藻礁公投上回那个是什么真爱藻礁顺利达标联署达标。好，抗争到底，抗争到底，绝不妥协，绝不妥协，真爱藻礁，真爱藻礁，联署达标，联署达标。再做一次抗争到底，抗争到底，绝不妥协，绝不妥协，真爱藻礁，真爱藻礁，联署达标，联署达标。
好，谢谢各位来宾出席今天的记者会，也谢谢各位媒体的报道采访，谢谢你们，谢谢。如果要专访的，可以直接找我们的学者和我们的民意代表，谢谢，谢谢老师。